上交所新通知引热议，指定交易申报时间延长，网友反应各异。嘿，各位顶条视频的网友们，我是你们的小编，今天得跟大家聊聊上交所最近发布的新通知了。话说这通知一出，可是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咱们来看看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吧。上交所这次可是下了决心，要提升指定交易业务的办理效率，于是发布了一则通知，宣布从10月8日起，接受指定交易申报指令的时间要延长了。原本是每个交易日的9:15至9:25，9:30至11:30，13:00至15:00，现在直接调整为9:15至11:30，13:00至15:00。这消息一出，网友们可是炸了锅，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的网友表示，这通知来得挺及时啊，以后交易时间更灵活了，对我们这些散户来说可是个好消息。还有的网友调侃道，交易所这是怕我们错过赚钱的机会，特意把时间延长了吗？哈哈，得赶紧研究下怎么利用这多出来的时间多赚点。不过也有网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人吐槽道，延长交易时间，那我们的休息时间岂不是更少了？股市这东西真是让人又爱又恨啊。还有网友担心，交易时间延长了，会不会导致市场更加波动，风险也增加了呢？其实吧，小编觉得这事儿得辩证的看，延长交易时间确实能给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交易机会，但同时也可能带来更大的市场波动和风险。不过这也是股市的魅力所在，不是吗？咱们投资者啊，就是要学会在风险中寻找机会，在波动中赚取收益。而且啊，这次通知还提到了券商和其他市场参与人要及时做好相关业务技术准备，确保调整顺利实施。看来交易所也是考虑得很周全，不想因为这次调整而给市场带来太大的冲击。咱们在享受交易时间延长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别忘了做好风险管理，别被一时的波动给冲昏了头脑。好了，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了。各位网友们，你们对这次上交所的通知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